请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，景区各有多点，均有免费赠箱，本景区禁止携带大箱、竹、漆浮灯、纸钱和易燃易爆危险物品。现正值荷花开放季。 各位游客，请文明拍照。非茂盛，野生动物较多，为了你的安全，请不要进入非游览区域。感谢你的支持和配合，祝您游览愉快。如有困难，请找现场工作人员或致电65258。 不信我把它抠不出来，我就是想抠出来。拿个牙签啊！我有牙签，你要不要？要。他觉得我们拿不出来吗？他是不是瞧不起我们？好瞧不起人啊！他全给他弄出来。 出来一个，出来了一个，我看。第二个就更好弄了。我看是几块钱？两角，哎。